大家好啊，今儿个录个不一样的吧。我有条蛇出棉以后，冬化完事以后来病了，身上起了点像那个皮肤病那个东西，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啊。看着吗？就这个。这地方，摸上去就是硬块儿，那个鳞呢，好像就是有点腐烂了那个感觉，应该是腐皮吧。问了几个人也没说出个啥来，我就合计用这红霉素软膏试试吧。咱说除了真菌性的，它好像都管。先抹点红霉素软膏看看，做个记录，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咱再看它好没好啊？应该问题不大，这个小毛皮蛇来说，皮肤病是小毛病。得上点药。好大的油啊！这个药上面好大的油啊，它还要蜕皮，它要蜕皮，那我就先抹一抹，蜕也就蜕了，无所谓。就可我这手来了，它这个面积有点大，这个面积有点太大了，我就基本就属于全身给它抹一抹。然后它现在它要蜕皮。哎呀，不要跑了！操！去大面积给它抹一抹，身上挺多的地方。别挣扎了，你有能耐你也咬我一口也行，你也不咬。行了，快完事儿了。刚硬啊！来个推油啊！好了，行了，滚吧，滚吧，滚吧。弄我一手油啊！